学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个礼拜要来试试看，那个一样是建筑物，台湾烟酒公卖局，那它是一个日治时候一个蛮老的一个建筑物了，好，那我们它在总统官邸的旁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哦，好，首先哦，两边的部分哦，我们也会不会画得太过于满哦，那我们先把大致上的架构哦，这个地方。好的，这几条线呢，我们先大致上先区隔一下。我代表等一下，我们就以这边的部分为整个我们的结构的部分来做。那侧枝的部分，因为往前的部分，所以我会稍微画大一点点哈。好，来树的部分先来，好，把它拉起来哈。树形的部分先来哦哈，消失掉。好，这边上来之后。透视。一样哈，这边下面再多加一个厚度出来哈。窗户，窗户。那个路灯哈。国旗，它结构是比较半圆的结构。沿着半圆形过来，白树丛。车子，车牌，
黑的地方，我会直接把它画深，画黑掉哈。圈，车子的部分，后面那个骑摩托车的人，把它给取出来。椰子，好，那个椰子树。画大一点哦。这边细节的部分，我开始做细了哈。当然有些东西是挺复杂的啦，然后那我们是没有把它画到那么细致哦，只是很简单的线条勾勒出它的立体的效果而已。窗户的部分哦，栏杆。这里窗户，红色砖墙，是电线杆哈，路灯。
交通号志。哦，这边有人。我住在这边。好，剩下的地方我们就开始把细节的地方我再做加强，例如说边缘线的部分。上面比较深，下面变淡。这边加重，细节的地方哦，刚开始没有做，但是越到后面我们会越做越多。椰子树的部分呢？白色柱子留下来，其他地方哦，可以稍微画深一点哦。好，以上哦就是我们线稿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先上一点颜色，等一下我们可以再回过头来，再加哈。好，那树的部分我们一样不上色哈。那我们先把红色的这个区块哈先上一次。好，那我会让它颜色稍微饱和一点点，所以我加入的是
那个葛橙加一点点葛红哦，我没有自己不直接用红哈，先用葛橙的颜色来哈。好，这边颜色上面哦，略微饱和一点点。该留白的地方我都先留下来哈。我不用刷得太过于均匀了哈。先留，路灯这个也留下来哈。好，加入一点点葛红，加一点葛红哈，因为到前面这个地方，我们颜色稍微让它重一点点哈。移到这边，我们再加一点点焦褶色进来，红色加一点焦褶色哈。所以直接画进来了哈。我这样白色的那个就可以留下来了。这边加深。好，上面颜色哈，弄淡一点哦。这边留白哈。这边颜色加浓。哦，这样红色部分我们先做第一次。好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画这边树的地方，这边来加树绿，树绿我再加一点可橙的颜色上面留点白哦有一点白，哦，那加可橙的用意其实是为了要跟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配合在一起，然后边。留下一点白哦，不要碰到它。好，树叶这边请加群青进来，好，让它颜色稍微偏蓝一点点的绿哈。这边。带一点点紫色，带一点微紫色带一点微紫色。带一点微紫色。好，这边里面的颜色也是带一点微紫色进来。白的地方略微留白一点哈。这里暗的颜色，哦，右手我们的左手边颜色的地方略微深一点点，还有下方这个地方都略微深一点点代表它是往里面凹进来的哦。
好，这样子坐下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坐计程车哈，因为后面还没完全干，玻璃的部分有点反光，留下来。来，黄色的计程车这边先上一点水，好，葛黄进来。好，葛黄进来，好，让它黄一点哈。来，葛城一样带一点进来，深色的哈。这辆车，来，摩托车骑士的部分。一点点浅蓝色哈，因为它是穿有一点白色衣服嘛，一点点浅蓝色就好，哦，代表它蓝色，浅色的衣服，哦，这样子，好，然后地面的地方，哦，刚才的颜色混在一起，它就会变成有一点像灰色的，再加一点蓝，哦，再加一点蓝过来，好，后面的地方比较白，哦，越到前面哦越来越深，请把刚才的交通号志给留白下来。画旁边的那个颜色就好了，哦，就是那个马那个柏油路的颜色哈，把它留下来就行了哈。好，这边好，下面加点水，让它晕出来，让它晕出来哈，晕出来哈，这样的感觉。好，这样子，好，那大致上的底色我们就完成了。那我们接下来深的地方开始加，来加一点点茜草红进来。哦，茜草红带点绿，哦，带点可橙哦，带点绿，带点可橙。好，哦，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刚才那我们的左手边这个地方，我，哦，再加一次，让它变暗一点点，我，哦，让它立体感加深。好，顺便把这边的立体感给做出来哈。哦加，这边颜色加重，另外这边颜色也加重哦。里面颜色加深，胶质色进来，加茜草红。加深，好，把它的那个对比度给处理出来。这边再来哈，好，上面绿色的地方，这里加点颜色进来。好，绿色的青绿色进来，哦，加一点红。青绿色进来，加点红哦，哈，这边继续加重哦。好，这边树的部分一样，再加。来，蓝色再加一点进来哈，蓝色再加一点进来，好，让这边的颜色稍微深一点。好，那接下来天空的部分，来，我们用一点点土耳其蓝，好，如果没有土耳其蓝，我们就用纯青就可以了哈。土耳其蓝，纯青，
好，一样哦，把你的倒过来。好，天空一样，这边我们一样不上色哈，树我们一样不上色。再加一点蓝，好，靠近这边树，房屋的顶端哈，要让它留下来哈。留白，这边过来。好，来清水往下流，往下，把它倒过来往下，它就往下流下来，这样轻轻松松就可以做出天空的效果。来，再加一点全青色进来哦，这样子，整个天空的部分我们就完成了哦，这样子的一个效果。好，那接下来细节的部分我们可以再去做一个修整哦，例如说比较灰色调的地方，这里再来，把它点一下明暗的区域哈。我这边人物的部分，我几乎都留白哦。先草红，再把一些比较深的地方哦，给处理出来哦。哦，机车上面这个部分哦，稍微深一点，机车就会跳出来。这几个比较深的地方我们再点缀一下哈。好，大致上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。好，大家可以先试试看。